小狐狸精呢？你带回来那两个狐狸精呢？给我叫出来！不是，媳妇儿，这咱别这么吵。我吵什么吵？我吵你什么了？我怎么吵吵？我怎么吵吵了？说话呀你！别吵吵了！吵什么吵？我吵你什么了？你个大老爷们，敢做敢当啊你！行，别吵！我跟你说，马泥鳅，你这辈子能纳小的唯一机会就是死了去下面，老娘我有多少给你烧多少，听到没有？给我起开！哎，不是，媳妇儿，小狐狸精，媳妇儿，你给我出来！哎，家俊，别动手，先别动手啊！这是我媳妇儿，我媳妇儿，咱先把枪放下再说，行吗？媳妇儿，我媳妇儿，这是啥？哎呦，嫂子呀！哎呦呦，你这我还以为是马哥外面找的女人给追上门来了呢。哎，你坐。哎，嫂子，我跟马队长呀，都是老熟人了，关系特别铁。我们这回进城办点事儿，所以先来你们家借住两天啊。你是莫家军吗？嗯，你认识我呀？五年前过年的时候，你爹在你们家宴请所有的军官，那时候你呀特别调皮，非得把那只老母鸡拴在我表妹的辫子上，吓得她呀到处乱跑。你这事儿也忘了？是，好像有这么回事儿。这事儿吧，我听着可一点都不陌生。你们不是被日本人通缉了吗？怎么在我家呢？说什么呢你？哎，你们不是来杀我们家老马的吧？我求求你们放过老马，放过他吧。莫司令死的时候他哭了好久呢。对，你们放过他，他不是有心做汉奸的。嫂子，咱进一步说话啊。哦，嫂子，你放心，只要你们配合我，我们绝对不会为难你们的。而且我还准备给马哥写一份陈情书，等抗战胜利了，我要亲自出来证明马哥是一个曲线救国的人，到时候啊还能受到嘉奖呢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当然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嫂子，我跟你说个实话啊，我们这儿有两个人受伤了，我们是来救伤员的，能不能在你们家暂时住两天？住两天？住几天都行啊，随便住，随便住。哎，马哥，啊，住。哟，你们队伍里还有那么漂亮的姑娘呢，长得挺标致的。我媳妇儿。啊，你媳妇儿啊？哎呦，郎才女貌，特别般配。啥？啊？哎，要不这样，你吧挺累的，你休息休息，我带着我们家老马先走了，好吧？对，你有什么事儿就吩咐我们就行啊。行了，嫂子先忙，谢谢嫂子了啊。好，快，谢谢嫂子。行，谢谢嫂子啊。好，哎，你们好好休息啊。这把我吓的，吓死我了。没事啊，没事，媳妇儿啊，先走，先走，没事啊。啊，哎，媳妇儿，我跟你说啊，哎呀，媳妇儿。我呀，压根儿不想让这帮小兔崽子在这儿住下，回头就把他们给打发走了。哎，他们要是赖着不走，老子带人把他们全绑送日本那儿去。哼！你这个混蛋，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呀？你怎么想的呀？你当汉奸就算了，是吧？这回你绑的是谁？绑的是抗日军，人家请你来帮忙的，对不对？这是谁？这是莫司令的儿子。当年要不是莫司令帮了你，你还在码头上搬运呢，是吧？是。哎，你良心被狗吃了吗？不是。还有，人家说什么了？这次表现好了，就给你写陈情书，是吧？是。让你立功的机会到了，到时候万一日本人走了，你怎么办？哎，你想过吗？对，要我说，媳妇儿，你想的周全呢，对吧？那可不嘛，可不比你聪明嘛。要不然我怎么能娶你呢？嗯，当然了。老爷太太，等等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老爷吩咐后厨给客人准备的。对，赶紧拿过去。等等，这都什么呀？萝卜白菜是给人吃的吗？牲口都比这个吃的好。里面都是什么人啊？都是病人，怎么回事啊？你们端走。哎，媳妇儿，这你就不懂了。这老话说得好，鱼生火，肉生痰，萝卜青菜啊保平安。他们呀都是病号。这身子虚，受不了那么大荤腥。我还不知道你啊，抠门的紧啊！
就省那么点钱。去告诉后厨，杀两只鸡，炖两锅鸡汤，再去后街买点猪肉啊，然后买两条鱼回来。去吧。好。别废话，把钱拿出来。拿什么钱？拿什么钱？不是你知不知道现在猪多贵？这猪肉多少钱一斤呢？你说，你怎么回事呢？拿钱。拿兜里。哎呀，就这点钱啊，还藏半天。谁家媳妇儿啊你？走吧。すまない。君から任せるの任務は完成しなかった。この戦いは敵67名消滅、放火は行方不明、もうジャジュンらは見つからなかった。朝香川軍軍どうか、自決を。中谷君、起きろ。この運に感謝する。過ちを補う。どうか俺らを信じてください。これはお前を許すわけじゃない。すみません。隙を見たくないぞ。はい。部隊に伝え、ワインシャンで捜査を続けろ。もし必要があるなら。周りの町にそういう要求範囲を拡大しろ。はい。帰れ。はい。赶紧吃啊，都快点。吃粗茶淡饭的，将就着吃啊！快动筷子呀！就这还粗茶淡饭，多吃点。比我吃的都好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吃这个。给我来点，你快快快快！多吃点儿。可怡，家军哥，可怡都好几天滴水未进了，得赶快想办法。快吃啊！哎，多吃点啊！自己家不都还有还有啊？使劲吃，使劲吃啊！多吃点啊！媳妇儿，马哥，叫你呢！谁叫我？家军叫你呢！马哥，马哥，怎的？我还想麻烦您个事儿。还有事儿啊？哎，少云，你怎么来了？不请我进去坐坐吗？啊不！请坐吧，我给你倒点茶。我们不用了。我今天来不是来喝茶的。哎呀，你们这些女人呢，我有时候真的想不明白，明明心里惦记着谁，却非要表现成不惦记着。有什么事儿说吧。好，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。这次围剿行动到底怎么样？我听说前川已经摸到了铁血抗日军的老巢。是啊，你请坐，我给你看点东西。先坐。我托人搞到的。日本人打死的人都在这儿呢，我仔细看了好几遍，没有我弟弟，也没有你们家少维，听说是跑了好几批人，我想他们俩应该是混在里边的。希望他们这次跑了之后，就别再回来了。这里面有好些人是你曾经的学生吧？看到他们的尸体，你的心情怎么样？来，多吃点。兄弟，真不是我不帮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这药啊，日本人严格管制。盯得特别的紧，给我拿点过来了，给我。就连我受伤，都得打报告，等着批下来。
那你得想想办法，可一太可等不起，你想想办法啊。马哥，再想想办法吧。这种药骨头店里没有卖的，只有医院里有。我是真没招啊。医院？啊？怎么了，嫂子？你有办法呀？我不知道是不是个办法。我正好有一个马友在医院做护士呢。你捅我干嘛？我不小心的。兴许他能帮你们混进去。这就到了啊。四姐在吗？来了，四姐，这是我昨晚跟你说的那两个朋友，快叫四姐。四姐好。那这是昨晚说的数，不用了，拿着点点。真的不用了。哎呀，必须拿着，拿着。那行，那一会儿到了医院，你们都别说话，衣服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。我们现在走吧。四姐，那我就不去了，很多人认识我，你们去吧。万一你们有什么事儿，我还能在外面照应呢。饿了吗？这是刚熬好的粥，你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，来。我想喝水。啊，行，我马上给你暖水去。别起来，我出去给你找点水，马上回来，你再忍会儿啊。哎，那横幅给我弄平了啊，还有那日本国旗给我挂高点，动作都麻利点。我跟你们说，今儿赴宴来的可都是日本人啊，都给我打起点精神来，都给我擦干净了啊。啊，老爷，厨子问杀四只鸡够吗？四只啊，哼，这感情杀的不是他们家鸡，两只，两只，这么多人怎么分呢？这事儿还问我是吗？行，我今儿就教教你。炖鸡，把肉全都给我剁碎了，多放水。另外跟厨子说，猪肉全都给我挑肥的下锅，就弄七成熟，少放盐。确保王八蛋吃两口腻歪了就吃不动。不是你出这儿干什么呢？等着我给你请安呢。啊，好的，老爷。大夫，这个米哈利，看过这个路上去。怎么回事啊，庄本阁下，这不是这宴会不是下午才开始吗？您怎么现在就来了，而且还带了这么多的皇军？奉命警戒这里，以防有人破坏亲善宴会。破坏？你还不知道吧？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位贵宾。谁啊？浅川中佐，你来的正好，带我四下里去看一看。好啊，请。请。太君。这是后院，全都是我们家里人。
喂，太君，太君，您请，您这边请。哎，这里住的什么人？这里边啊，一些乡下来的穷亲戚，都是土鳖，您就别查了啊。您这边请，太君啊。太君，太君，你们是什么人？这些啊，这就是我说那些乡下来的穷亲戚，土鳖。你们来这儿干什么？太君，俺媳妇病了，来给媳妇治病的。咦，她得了什么病？哎，太君，她得的是传染病。传染病？我不知道她得的啥传染病，俺们村人都得了。要不俺给你看看。不用了，你们只能待在屋子里，不能随便乱走，明白吗？那个人的屁股上怎么会有血？痔疮，他得痔疮了。痔疮，脏兮兮的，去别处看看。请，哎，太君，你过来坐会儿啊！啊。嗯。走好啊，走好。太君，常来玩啊！啊。哎，你摸摸这后边，全都湿透了我。你这会儿干嘛呀，祖宗？祖宗，你个王八蛋！敢在日本来抓我们！我告诉你，我们要是什么事儿的话，你好过不了。小心我一枪崩了你！你想啊，要是我带的日本人来，还能被你这样吗？这不是我带来的呀！不是你带的日本人来逛公园呢啊？前院后院围满了日本人，还说不是抓我们？不是，还记得我之前不是跟你说中日亲善宴会吗？就今天，这帮日本人全都是过来警戒的。警戒？警戒这么多人呢？不是，今天不是有个大人物要来吗？谁呀？浅川。你们动作快点，这里随时都会有人来，我在外面给你们放哨。刚才怎么了？迷迷糊糊的，我好像听着进来不少人呢。你就知道吃，刚才鬼子都进来了，知道吗？又骗我！真的。可一，来，喝水了。怎么样？有没有感觉好点儿？我没事。我弟弟呢？丁真和少维他们怎么样了？有他们的消息了吗？你弟弟啊，和王乐怡去给你弄药去了。少维跟丁真他们暂时还没有消息，不过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没事的。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，你先好好休息，好好养伤。杰伦和乐怡他们很快就会回来了，你再坚持坚持好吗？我没事儿，我能坚持得住。行了，你再睡会儿。
你听我说，一会儿前院估计全都是鬼子，你有个心理准备，万一一会儿有什么动静或出了什么事儿了，你什么都不要管，第一时间护着他们离开，替我好好照顾他们。你说什么？你的意思是那些鬼子会发现我们？我们只要躲在这儿应该没什么事儿吧？防范于未然吧。小心点儿。有人来了，你们快点，我先走了。不行，咱们就先走，改天再过来找。不行，药还没找到，我姐还等着要救命呢。再不走就来不及了，等日本人发现咱们，别说你姐，连你都会出事。我不能让你这样，我们改天再来，回去想办法。不行，我姐要是活不了，我也不活了。你在这继续找，我去守着。经纶。運動仕事終わったら飲みに行こうよ。找到了。いいよいいよ。太好了，我姐有救了。この前に店を買えぞ。どうした？緊急状況、早くまとめて。よし、分かった。还好他们走了。快，别说了，赶紧走。这赶快啊！哎，这个菜洗了没有啊？哎，洗过了。来，快点，快点，时间不够了。来了，还有这些。来了，来了。渴死我了！哟，亲爱的，醒了。哎呦，这是个梦啊，这就是个噩梦啊！沈大局长，别叫！别！躺下，把脸蒙上，睡觉。我说妹子，你别每次都上这种地方来找我呀！我不上这种地方，怎么找得到你呀？嗯？你们来找我，是不是又来借钱呢？我这身上没带太多钱。我们这次不要钱哦，要你的人。嗯，
别！調査官か。正本君、以前お前に言ったはずだ。これは神田の集まりだ。なぜここを選んだ？しかもこんなに堂々とやってるんだ。ここは知事の保安隊、マタジュの家。ここを選んだのは、それは奴の家が広いだから。過去は观音山で連続戦いづらいと考えて、そして知事も初めて来て、ここの電信は閣下の顔を見たくて来ましたです。浅川君、君はずっと言ってるでしょ。ここ来てばっかり現地の人とよく日中申請しなさい。ちょうどあんた今回来てここの電信と日中申請することできる。思うが消耗毒もこの意味で。褒めてくれて感謝します。同じ時間隔の時、消耗毒水臭いぞ。どうぞ。哎呦，千川阁下，您今天能光临寒舍，这我们鸭子的脸上都有光啊！これはまた上です。马队长，叨扰了。哎呦，您这话怎么说的？平常像您这样的贵客，我们请都请不来。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您。欢迎千川阁下大驾光临啊！怎么还不来啊？人呢？哎呀，吓死我了！怎么从后边出来啊？把我吓了个半死。我们俩故意绕了一大圈，还有人跟着。药搞到了没有啊？啊，这下可好了。那我们快走吧。嗯，走走。石头枪干啥？要打仗啊？你给我把枪干嘛？家军吩咐了，防患于未然。前院都是鬼子和汉奸，万一出了什么事，我们得拼杀出去。杀出去？我可不会开枪啊！我子弹我已经给你上好了，你只要拿着它，对着鬼子扣扳机就行。你也算是个爷们儿，关键时候。出份力，啊！少景，啊，可以，可以。你也给我一把枪吧，我现在好歹也能顶半个人用。要是真到了关键的时候，我不想拖你们的后腿。给我。谁？我。开门。小何，小哥几个都在呢哈。来吧，吃点东西吧。小何。嗯，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这么大方。我呀，算想明白了，反正这东西也到不了我嘴里，与其便宜外边这帮王八蛋，倒不如便宜了你们呢。有点淡了啊，有的吃就不错了。行了，现在酒也有，这菜也齐了，我就拜托哥几个啊。今天咱们千万别出这门，我们家现在全是日本人，万一让你……哎，家军呢？家军去哪儿了？快，赶紧把菜端出去。
个部分的，干活还抢着干，哼。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，来干杯！来，马上，哎，菜不错啊，菜不错，是，喝好啊，都喝好，喝好了啊，哎，好，好，快快快快，都走走走，排着脸，排着脸啊，哎呦，太香了，来，来，那时候我不知道浅川要来，这个王八蛋手上沾了我们太多兄弟的血，我今天一定要干掉他！你疯了你！你动手你得死，你死我们全家都得陪葬啊！对，我是个汉奸，我死不足惜，我们全家都死不足惜。但你后院那些兄弟啊，还有你那么漂亮的小媳妇儿，你舍得他们死吗？啊，家眷。千万要冷静，别动手，千万别动手。喂，在干什么？还不上菜？他不是新来的吗？我怕他上菜上错了，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给太君送菜去。哎，对了，别忘了，后院还好多人等着你。去吧。等等，把刀子给我。不是，太君，您要刀干嘛呀？没有刀，怎么吃肉？赶紧上菜。行了，去吧。三，干杯！干杯！农民万岁！長谷君，ご苦労。認め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浅川君、飲みましょう。そうだな。ね、酒もうまい。飲もう。浅川君、一緒に飲みましょう。うん。中谷君、乾杯しよう。哎呀。这里不能进去，这是我自己家，凭什么不让我进啊？老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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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夫人被解围皇军给拦在门外了。什么？走。哎，请请请请。他凭什么不让我进啊？哎，行行行行，没事没事没事啊。太君，
这自己人，我媳妇儿，您见过她？都是误会，误会啊！叫人呢？庄本太君好。嗯，他们两个是什么人？他，是我表弟。啊，对对对，表弟。他是我表弟的表妹啊，他们是兄妹啊，就跟后院那帮土鳖都是一起的，都是乡下穷亲戚。你哪里来的那么多亲戚？哎呀，这老家呀，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他们这样的穷亲戚。而我呢，又是这帮穷亲戚里边混得最好的，当然，这是沾皇亲的光，所以他们这些人啊，老来这儿蹭吃蹭喝的，赶都赶不走。行了，进去吧。哎，谢太君，谢太君。哎，他可以进去，他们两个要搜身。是我表嫂上午带给我的口红。对的对的，是我刚给她买的口红。进去吧，不要随便乱走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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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快收好了，啊！哎，行了吧，赶紧回去吧。二位祖宗，您千万别出来了，行吗？我们还得照顾前院的客人呢，啊！我们走了，你们小心，走。哎，嘉军哥，你怎么穿成这样了？先不说这么多了，怎么样？要搞到了吗？哎，在我这儿。可以有救了，哎，等一下再进去。我发现一件怪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一会儿自然点，把我们送进去你就没事了。真要出什么岔子，可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你也不想让我落一个杀亲哥哥的名号吧？好好，当然当然当然。那走吧。可以。快点！啊，好，那行，走吧。哎，这个好，哎，今儿菜不错啊。队长，来，坐坐坐，坐。吃嘞，我给您买上，先吃两口。再给我来一壶。来了。哪个是简川啊？哎，正对大门中间那个瘦的。哎呦，我肚子不舒服，我想上趟茅房啊。干嘛去？想去报信啊？我哪敢呐！你跟着他去。哎，さあ、これを食べて、これはすごくいいな。你确定吗？我也不敢百分百确定，但是那几个日本兵的反应和症状跟咱们之前中毒的战友一模一样。还有，我看到送他们来医院的那几个日本兵都穿着防化服，这肯定是日本兵储藏化学武器的地方才会有这种装备，所以我估计应该是毒气弹泄漏才会有日本兵中毒，所以我推断日本兵储藏毒气弹的地方应该就在这七星镇上。